Just French. Just French and Japanese. And so my kids, they can speak in the Mandarin. No. Not yet. Okay. My husband speaks Japanese. So they have no opportunity to learn. 可以耶。And no Taiwanese. 可以自动对焦。No Taiwanese. No Taiwanese, no Mandarin. Okay, I see. 你在录音吗？那个是你们附近都会这样？啊，没有，这是我姐姐买的。像我跟那个嘉悦是就是管理师，嗯，然后我们是算有名分，可是主要其实是因为我们是长辈是管理师之前。我也没有去啊。哎，啊，爸妈怎么会知道？哦，我们因为我们在这边聊天啊。对啊，你行事力啦，就是会跟我们 call 这样。你吃得完吗？吃不完。你吃不完的，所以妈妈帮你吃好不好？好，谢谢你。我要吃毛骨。那要告诉我一下好不好？要告诉我。大碗了吗？没有。要换了没？要了吗？可以用吗？可以拿它们。好，那你要用了吗？好。那爸爸你要不？以前我们没有那么注重，根本没有在好吧？拿去丢。好，不用了，你要外面哪边丢？好，没有办法去介绍给他。嘉悦是，我们两个就在店里面这样毫模仿介绍。对，南投的，他们应该也是佛教团体，因为其实上次嘉悦有对了，嘉悦有跟你讨论过，其实。我也是都副厂有备份啊，原厂怎样？对对，你出去玩一定要多带一盒，对吧？等一下再教你怎么录。Thank you.
息相关。非紧急状况，请不要任意入处使用，以避免发生危险。车位置，车厢内车门右上缘。一，先开启紧急开关保护盖。装这个吗？满足了吗？谢谢爸爸敲门，谢谢爸爸，爸爸买的哦。二，上车机旅行，不要拍了，保护面罩及手电筒。当发生紧急状况时，可扣在车顶。一，新加坡逃生天窗四个角落。你要走啊呀。